好，来，咱即马阁继续讲特异，特异，咱即马阁继续讲即个个天灾吼，以即个净土论之余，啊，净土论之余，即马后壁讲伊后壁七点安尼，讲后壁七点，咱就已经讲到第二点，第二点就是咱前一点钟所讲，就讲极乐，但是我该即个往生，道是故作是先方之上生。其实观经所讲，不是持我戒，便是往生。所以三品九生有各种无同的修行安尼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咱即马就已经正一点钟，就已经把注重上品、上生、上品、中生，这拢总解说了。所以咱即马佫接来即个个三十三页尾啊，吼，三十三页尾啊，再咱讲经中说明，不只持我戒，有那一定爱修诸戒。啊，无障过患，吼、哦，他会当得到中品上升位，啊，佮得阿罗汉果嘛，吼、哦。那么这个徛在，来翻过来哈，徛在法师为着要讨好，讨好就对了哈、哦，讨好当初伫伊个面前皆听经的人，为着要讨好因，所以随意断章取义安尼，吼、哦。唔过断章取义要讨好人哦，讨好人就是等于法师个天美地主嘛，哦叫做讨好众生嘛，天美地主，所以断章取义。啊，那你来讲徛在就变无价哦，无迄个个，无迄个法师价安尼，无正价啦哈，听好无？所以如果干那持我戒未往生呢，啥物人要负责？哦，会啦。他们讲的都其中有一片，一个所在就安尼哈，尤其是修行诸戒呢，哈、哦，迄、那个上中品中生是修行诸戒呢，啊，佫袂使有唔对呢，唔是干那五戒呢，哈、哦，你想讲十善戒内底都有真，对这个口戒都真细微啊，哈、哦，都真细微啊。中品上升就不是只有五戒了，就很多了、哦、修行诸戒无障过往范围是真广泛的，那是说只有五戒就可以，不可以乱讲啊，会误导众生啊，你自己买、啊、你叫众生这样做就是害众生啊，是不是这样，一点一滴一定要说明我详细啊，让众生在困难中去做出来嘛，这样不对哦、所以起步、哦、咱今仔日、哦、可以讲啦吼，徛在信菜讲讲，伊未使即讲无深入探讨啊。所以雕工雕古意啦吼，甲伊讲到即个真浅的字安尼，吼、哦，浅属即个字的错误。但是经中是一定爱众生回向往生西方呢，因为爱信愿行啊，吼、哦，爱个回向。以后才可以来阿弥陀佛的接引，并非世界就可以往生了，就再回向呢，所谓道是净土，故作是先方的往生、哦、实在不能明白徛在法师以肯定这句话的标准在哪里，那可以说不修十善才可以往生，因为上生经、哦、我们现在来说上生经八十页，哈、哦，搁查经啦，好伫即个电视台前的人吼，摕、哦、一本经等于搁会当摕得了八十页。伊讲着爱固着实现，但是八十页伊即么是计讲安尼呢？哈、哦，八十页就讲福果优波利，若有必修，给一切大众不念生死，熬成天者。爱敬无上菩提者，欲为弥勒作地主者，当作是观，作是观者，应是五戒。哈、哦，这句话啦，哈，八戒故作戒，身心清净，不求断绝，修习善法，一日思维，都是天上妙乐。作是观者，名为正观；欲作他观，哈、哦，名为邪观。这句话当然，咱今仔买去倒数轮的人，五戒甲八戒在，这个咱未使无证。自从这个五戒跟八关斋戒跟古足戒，古足戒来讲，比如说自从五戒用好足细微，
啊，北韩大概不是甲做安尼，吼、哦，这个就会动。但是即马后壁九十四页，咱过来甲看一下。九十四页内底讲念佛形象，生弥勒菩萨的名，吼、哦，如是顶背著一念轻，受八界灾成诸业，发弘誓愿名相之后，彼如众生苦心毕竟皆得往生倒数第一天，伫莲花殿结起福泽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嘛去你到遐的中间吼。哦这个主天人就跟我们说，现在现在现在主，你有严夫提公修福业来生出处，出处名到处都天，天主叫做弥勒，你当皈依。啊，这咱皈依了，拜佛了啊，时时弥勒菩萨随其所缘为说妙法，令其坚固不退，转入无上道。好、哦，那么第一百空高下来对人，好、哦，给大家看啊。上先经讲的哦，不是讲你这古作实现哦，一百空，你甲看一百空以后，佛灭度后，四波地主天龙鬼神，哦，持欲有欲生道是天者，当作是观作下念思维念道是得天，持佛境界，哦，这句话就写在真啊。持佛境界一日至七日，思念十善行十善道，好、哦，依此功德回向愿生弥勒菩萨境。好、哦，这段呢，啊，这句持佛境界，咱怎么个现当个撇去？持佛境界一日至七日呢，就是等于受八关斋个一遍至七遍啦，唔是干那四种地数，连四部地数都会当呢，好、哦。就是讲，自己之七日，就是头前讲是不该在功德回向。或者是讲有人做道术净土的这个净土佛亲，诶，功德回向应该无错哦。安尼就当去，唔是讲一定具足实现啦。吼、哦，所以其实经文所讲的吼，啊，佮有其他的这个方便法嘛，真济啊，吼、哦，亲像一百空杯啊，你甲看。一百空杯也唔就伫即个一百空高业头前尔。伊讲，你今得成弥勒菩萨，有未来世，当为众生作大皈依所作，又皈依弥勒菩萨者，当知世人无上道的不退转。好、哦，弥勒菩萨生得阿耨多阿罗阿三藐三菩提，如是行人见佛光明，即得受记啊。啊，这句是毋是佫较简单？干那皈依弥勒菩萨就不退转了，就会当让弥勒菩萨给你受记啊。亲像这个个菩萨处台经讲的，那是讲今仔日都无去到处净土，未来流浪生死，到莲华三会，有五界的人买当接到初会，皈依的人买当接到二会，结念佛无去西方的人，有那到尾让弥勒菩萨总修完啦，他付第三次莲花会。这个代志是佛得放宽的，这个方便放宽的，那会使讲就一定爱固足实现，啊、哦，安尼可见就是伊的心态有问题啦，可以这么讲啦，啊、哦，来第三点，啊、哦，什么第三点嘛？伊讲极，什么撇去这本看，看撇去，第三点极乐十念成就即得往生。好、哦，道术古师师改修三种师的上升。好、哦，那么徛在法师讲十念，那看得上简单了。好、哦，伊无讲明十念往生的对象，咱谈到有读过啊。好、哦，十念往生就讲这个人已经五劫是恶罪，啊，就受着报应啊。啊，受到报应哈！现在在观经讲下品下生者，还有众生作不善，哈、哦，众生作不善业，五逆十恶，不诸十善，哈、哦，不诸不善呐、啊。如此古人以恶业故，应对恶道
经历道歉，受苦无穷，如是无人，人命将有着先知性。哦，阿盖念佛，但是伊有至心相信，念声不转。啊，迄、那个中间伊安尼愿意相信，啊，直直继续念，无断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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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念个往生安尼。迄款人呢，哈、哦，称念阿弥陀佛的名。但是这个经典中讲，至心故作六念，哈、哦，十念，哈、哦，迄就是迄个五戒十恶罪，佛陀放宽，阿弥陀佛放宽，讲你若愿意相信，啊，你就要死啊，到这你就死，你就地狱火出来嘛，啊，你本身就要跳去啊，啊，你看到迄个地狱火不是看到，地狱上看到，啊，你怎么好到到迄个因缘，啊，人都来跟你讲，啊，你要相信，哈、哦。啊！但是这个杂念哦，这股杂念哦，各定各有不同的见解哦。何况是这种的恶人，在人命中愿意忏悔往的众生实相的呢？啊、哦！所以平常时该修唔修的人，不在出汗呢。听无？人要甲变变啊！我较紧念，念甲人家变变安尼，啊，就甲接起哩啊！迄款人就对，啊，若无有一种安尼艰苦一年啊过一年，一年啊过一年安尼，人讲安尼拖西连迄种人，哈、哦，啊，即下就安尼他妈亏死啊，就要念，都已经要去啊，哈、哦，啊，即下来家属就讲安尼，唔通搁再加救啊，唔通搁再加气啊，唔通搁再加刀上锁啊，啊，无连可上当啊，啊，即下给上迄款要往生的人，等迄人。拢总有放阿弥陀佛的音声去听，但是都爱有人甲伊讲，讲你都已经要翘去啊！啊，你这么累到地，你实在是无量劫的这地狱火啊！你较紧对我念，你念十声念看出来，都爱伊相信呢，听好无？这是讲安尼啦吼，这句话讲是讲安尼，但是这句杂念的实际吼，各地各有不同境界，何况这个是为恶人里面种设想的。平常时你唔修吼，是不在出汗的，你知无？吼、哦，因为头前三品九星就跟你讲，你平常爱修啊，啊你唔修，所以真来对我有闹，会当找出意思出来。所以他讲不能，有那未使噶杂念，诶，南无阿弥陀佛，看作真简单呐、啊，吼、哦。因为头前迄本净土个往生净土五十一粒，有讲到嘛爱有好因缘咯。恁这什么人有起本来？净土往生净土，今仔有带来人起来一个，好来，不一定好一个。我爱好因缘，你无好因缘吼，我甲你讲，绝对无迄个人来甲你讲迄个话。净土往生净土好来。恁要看好啦，无看好啦，我即卖念这段给恁看啦。五十一粒啦哈，是讲哇，我念命中，我念十声就好呢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五十一粒吼。这个个有关念佛一念加十念，或者讲自己加一念，还是讲十日十念。在这个往日修所翻译的这本大阿弥陀经有说明，十日十念经典中就讲，十日十念的中间一心常念阿弥陀佛，哈、哦。不过十念十日爱念不断，平常是持念不断，命中必得往生的。但是因为这个十日十念从不得十昼夜，吼、哦，这个中间的你未能十日的中间你未当念个一心不乱，伊怎么跟你讲安尼嘞？跟你讲，往日修跟你讲，讲经典东西啥安尼？啥讲你唔通插厝内代志，你专心十日都念佛安尼，听无？阿哥在卖红阿婆肉体做伙着。叫做木金夫人，好、哦，阿、啊、哥再来断毒爱药，
在界清净哦。啊，规个专精神地在个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安尼呢？安尼叫做十日十暝呢？人是念是安尼讲啊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么这个问题哈、哦，这个问题就讲，有时阵你未当静入，未当安静，都亲像阿弥陀经讲一日之七日呢。啊，好啦，不要紧。迄个个已经要死啊！啊，剩一个气死啊！嗲个那迄种人，今麦来，即点咱过来探讨，真来得吼，真来得讲下，吼、哦，迄个个修仙，吼、哦，咱去探讨，咱众生是恶业的人，伊安怎死？咱今麦来想，今仔日是恶业，伊那是有相信佛法的因果，伊绝对唔敢造业，吼、哦。绝对唔敢讲五戒啦、十恶啦，唔敢安尼啊，唔敢讲有无有好爸母，即这样简单的事安尼。但是即马即个问题吼，咱即马来了解，因为在十恶业的人大多数拢欢喜，我即马这段话是重述的哈，拢欢喜哦，拢总是死亡的时阵中阴心离呼吸哦，你也知影，迄种的人拢安尼想安尼想，有够艰苦艰苦，因为那像骨骼不强。壳是钉的，唔过骨肉含骨壳连做伙。啊，你讲我硬甲扭起来看安怎？我跟你讲哦，迄囡仔计堕胎，计妇人人计堕胎哦，迄囡仔呢计甲剪迄个吧。迄、那个超音波哦，迄囡仔拢哭甲叫爸叫母呢，你敢知影？迄有诶吼、哦，足唔捌的呢，啊，囡仔硬要甲硬要甲用好死呢。迄超音波安尼听起来吼、哦，迄医生看甲会惊呢，迄前几日新闻甲报出呢。所以新闻中间这医学界有哪有结讲讲富人人千万唔通对待呢？实在是可怜的可怜呢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么种人要死，你袂当单纯，你敢知？那是爱牛给往天翻的，爱爸爱母，吼、哦！所以现在在讲，好像孤身脱壳，非常痛苦。你敢想讲安尼会念不得未？你想看没？迄种的立场，迄种的痛苦，要叫念佛，敢有可能念佛？这是第一个问题，咱来知影了哈。但是即马来阿个下面，譬如讲火烧、水冷，吼、哦，迄款人敢有求生的意识，伊嘛袂当安静念佛啦，晓得无？那么第二就讲地震埋落，伊嘛无机会念佛，像即个阿富汗，即久就干那六级地震呢，因为伊迄个所在拢土甲厝甲侪。你讲翕了多死四千八百人，安尼翕了尔多死，无几日前尔嘛，对嘛？你先无看，先从迄款的人，还是讲咱只八十八年九二一迄款翕死的人，伊有机会念佛无？吼、哦，那有可能？伫水里要毒死迄种人，就较紧要爬起来，伊那要搁念不起，伊就想讲我看会当搁在生命延续个袂啊？迄哪有可能念佛？这是第一个问题，第三个问题讲，迄、那个路中发生事故，是安尼摔一个落啊，对头壳搞嘞，你甲看迄个个安全帽啊，别哩头壳碎，有诶对巴肚搞过，阮剪成两段，迄若无相当诶即大罪孽，那即种诶烦恼遐大，想看卖啊，迄款要叫安怎念佛，刹那间尔咧，吼、哦。那么第四条死亡前就是分沉，因为作者人有安尼嘛，分沉对一冬啊过一冬嘛，因为囝都唔肯甲双手甲背起来，爱在那戆戆困，迄种都唔知人嘞，要安怎叫念佛？哦，第五条死亡前住院，伫家护病房去急救，安尼甲刺，即嘛是无用人刺的啦，用机器刀甲钉安尼，定时安尼甲翕咧，翕咧，翕咧，翕咧。阿冇快掉，阿冇快，起码有几种，迄个压力哦，迄个痛苦呢？你敢知？因为咱人老化了，即骨头咁要缩起啊，啊安尼个死咧死咧，啊、哦、痛苦中你哪有可能念佛？我讲有一天咱也要去吼，卖叫甲咱急救啊！安听好无？我都甲恁讲过，我若直接昏去就好啊嘛，卖叫甲送，唔通阁叫救护车来甲救，啊、哦，先煞甲恁再见先安那。吼、哦，弥勒净土见面就好啊！吼、哦，都好啊！
我咧讲，迄个字偌艰苦，恁有会用电击个啊？恁爸爸看唛，用电甲拍看会，搁在心脏，搁在调节面。你假是讲迄块会发生念佛，吼、哦？我讲个足实际啊。第六条，死亡前业种缠身，有种种的恶相，吼、哦。迄伫恐怖中嘛，不当念佛啦。为死亡前都叫叫阿姨、阿姑、阿嬷、阿爸呢，迄种种业障现前啦、啊。哦，有诶，看到毒蛇，看到狗遐，看到小狗啊，看到鸡啊，一大堆。你要叫念佛吗？敢有可能？哦，第七条死亡前有种种诶病痛嘛，不当念佛。都食酸食甜，啊！都烂烂，到这规个边啊，骨拢看现现，肉都等啊看现现。迄足侪老大人是安尼呢？你要叫念佛安怎念？那么第八条有地球上现前，因为恐怖嘛，无能念佛。第九条死亡前万亲现前，比如讲你平常时都含心人较歹，啊，人都知你要巧去啊，不得已无来甲你看袂煞，啊，你看到是家己出去啊，对吼？你要叫念佛，看要念对？哦，这个是安尼。第十条死亡前亲情的跨界，事业的跨界，财务的跨界，这拢无当念佛。所以恁万年也好未哈，我咧讲对咱是一个真大的折扣呢。啊，有种人是惊死嘛，我正无了解恁，就对啦。讲到底恁即嘛是毋是讲有一讲咱人命中你放下落？啊！你会惊死的呗？免惊啦，这个臭皮人哦，事先有一天爱放的，对不对？换一个长落的金身，搁白泡泡、幼咪咪，你不爱？好、哦，对不对呢？啊！你特别过节嘞？我讲恁，恁都爱放的落啊？是高大的吗？将来恁来见面的菩萨、当面的菩萨的边啊，搁咱家大家搁在见面同住一堂啊？那结果阿歹，什么来死亡前有二路争夺为善，会怨叹心气，嘛无心念佛啦。因为心多好，哎，今日孙阿拔掉了呀。那么第十是死亡前处理不当，有人往生极乐。哈、哦，第十五死亡前双重不当，有人往生极乐。所以我甲谁讲一个十念无简单啦，恁来知影，恶人恶报啊，恁知无？恶人有恶报啊！那许多讲哦，你点点到遐，啊人甲你讲有十二部的经，吼、哦，啊就甲你藏去放下。迄平常时人无收吼，你看你放下下，啊你看有这个好姻缘，因为这个阿弥陀经念。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持名念佛，这个吼、哦、就是死亡前爱无颠倒呢。啊，安怎样无？哈、啊，所以如果啦哈，佛祖如果皈依了后啦哈，那就来讲，咱那是已经皈依三宝啊。啊，你无必好好去问佛法，哈、啊，啊你把这个心哈、哦、放一下。放下就讲不受六尘影响，也无接色声香味触，也无接男女，也无接儿孙，也无接财产，放下落。哦，因为你今仔日吼放未落，是你家己感觉心乱的。平常时下观，顺因缘度岁月，有时间就听经安尼。哦，因为厝啊还佫一段生命，爱保养，爱食饭，爱种啥，你那照常在家技术事业照做，但是各做好功力，啊唔通一味白落，就听见无法，这个万年放下下了，那么心灵上较无烦恼。万一那是遇到代志，嘛较放下落，较无烦恼，啊较无执着，哈、哦。啊你那是讲到时间万年你放不下，你甲想讲看你变往生极乐，好、哦，因为迄个时阵是心变得唔较万年放不下。所以平常时有那都爱安尼啦吼，礼佛忏悔修改回向，啊，到从这个业障直直改善去。因为咱甲你讲啊，修边万千劫住嘛吼，一定爱回向，体内万千劫住来，
基因病变害物件爱回向，佮再来灵界众生、土地、地基拢佮回向，到时间佮因袂佮你干扰，袂佮你干扰，将好都我来，好我来佮你过咧，过咧了，主席准就佮你接办。这步是真要紧的，吼、哦！所以这个可以当安安静静受两天护法菩萨接引，佮含巧蛇龟呢。所以真正确的人，往生了拢面啊笑笑，啊面翻红润，系无？如果佛祖将此十念看得太容易，我即马讲的是讲到这个三十七页。如果、哦、你看得到。进修中自然伤害，到时间啊难免随业力哈去啊，随业去，再无恁干那恁刚刚无遐轻松啦，唉，真吼、哦，有遐好多法师啦，拢啊凊彩讲讲的啦，啊人经典都无安尼讲，爱讲打折扣哈。哎哈，所以我有附带哈讲过，哈、哦、是，因为这个十念往生接引是附带哈，你做五业是福罪，如果你都无做心五业是福罪，你都也无诽谤相反，啊你平常是笨蛋，听无？我都不甲恁提醒，这真正唔到底在笑无？伫北方斋戒即落伫高雄。我就甲大家讲，讲恁皈依啊吼，对我皈依啊，我三宝地主，啊，我正就甲大众问问讲，啊，什么叫做三宝？恁捌无？吼、哦，恁就知讲福报、法报、情报嘛。啊，即嘛，什么叫做福报、法报、情报？不得讲讲，吼、哦。啊，当然福报是讲，我今仔日是众生三宝、归神三宝。不过你爱知影，你将来爱做三宝呢？你敢知？我讲你听好无？你将来一定爱先做净宝，他大佛说法，你知无？所以你今仔是无研究，你安怎将来做净宝？搁再来大佛说法，将来你大佛说法，大慈悲心、悲智成分、甲成分，净宝、法宝、甲福报。当你福报了，你才去刷法报安尼。所以你今仔日相信三宝，照三宝落去修，有一个真殊胜的出家师的情报，甲你引导，你按照迄个引导的法落去修，吼、哦，你一定要知影目标是觉啊。但我唔得安尼讲有无？前日恁都敢有去的人，我有安尼讲有无？你家想看嘛？我甲讲恁敢知？伊讲事像你计讲安尼啦，什么叫做三宝，我拢唔捌啦。啊，唔是因俩，伊讲伊已经伫少年就伫遐，伫遐个所在去行行三四十年，真唔担心要去做三宝呢。伊讲多数拢安尼。啊，真唔是干那因遐安尼呢，专性的即个三宝地主吼，迄是叫做假三宝地主呢。平常时拢唔要听经闻法，唔知讲伊将来本身爱成就三宝，啊，首先爱先明白三宝，啊，把伊个大家讲嘛，复习讲，啊，讲什么呢？讲我们都不知道。糟糕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平常时这个讲无要听经文了，你安怎有自动这个烦恼断啊？变哪断？叫时间叫你时间已经临命，将我叫你万年放啊，你哪放得下？算不是多种的杂事梦想吗？啊，个惊死吗？惊死是人的本能啊，这是本来就安尼啊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跟学佛的人都惊死就无对啊，要注意。所以我即马下面有一句话：“书因海带性就难，哈、哦，书难精进性就难。”你记这两句话叫爱用功。所以佛祖卖自我，以免临命中，哈、哦，一日阿弥陀阿不出声，哈、哦，听哈，啊，你拢唔饿啊，转转安尼笨蛋笨蛋。我现在要找那个印光大师，讲若无平常时结善缘嘛，无人甲你教呢。啊，你若无真心有善缘，
嘛无讲你临命中忽然间就有一个人要甲你讲呢，印光大师就讲安尼，吼、哦，应该恁知影嘛吼、哦。所以这个道术净土之往生条件，伊头前讲就讲一定爱具足四觉界嘛吼，吼、哦，无一定爱具备四界修，因为初三得令具备者当然上好。哦，当然，伊头前有讲五戒、十善戒、具足戒安尼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当然，咱也会当，因为还佫有其他方便法语典内底，当然会当上好啊。唔过，上圣经有讲安尼，吼、哦，就是恁免现啊，我阵读这段倒哈，免现。一百空两页讲，欲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犯诸境界所种恶业，闻是菩萨大悲名义，五地道地诚心忏悔，吼、哦。是诸恶业速得清净，伊嘛附带叫咱忏悔，上圣经有咱附带叫咱来忏悔啊，所以恁未使无忏悔者。吼、哦，将来去拜佛爱出来拜佛，爱忏悔哦。但是未来世中诸众生，闻是道菩萨大悲名义，自立形象，弥勒菩萨奉弥甘别号相公大敬诸人啊。你干那个自立形象，人弥勒菩萨，你自立形象伫个面头前礼佛忏悔。人伊就要甲你救啊！吼、哦，是无唔对，是一定爱古作五戒、八关斋戒、古作戒，这是无唔对哦。当然安尼是上好，安尼是较悬啦吼，较悬。因为迄个所在有四十九层，诶，这个显法等是较悬。唔过唔是一定安尼，吼、哦，你若忏悔就要救，你若皈依就要甲你救啊，要甲你接面啊。即马来上圣经有一百空一咧，你莫嫌，我即马念就好啊，吼、哦。因为讲若有得闻弥勒菩萨摩诃萨名者，闻已欢喜恭敬礼拜，出入名相如大智行，即得往生。啊，这毋是真简单的代志，吼、哦。这是道术论伊方便，啊知影吼、哦。啊，即马来搁再一段一百空八啊，吼、哦。若有皈依弥勒菩萨者，当地是人物无常，得得不退转。这是上圣经一百空八啊。这个就是啥？就是最简单诶，这个条件，安尼就会当往生去，弥勒菩萨就会当接引去。所以，徛在法师所讲的世界修是严重的错误，未使安尼讲。吼、哦，伊的经典不是甲你决定讲你无改，你修改未使，不是安尼。吼、哦。这个法器上都无安尼，伊唔通讲，我别讲安尼，吼。那么第四点，伊唔就讲自力加他力嘛，吼、哦。即马注意哦，伊自力加他力，伊安怎讲？地头前这七条来，第一讲安尼啦，吼、哦。这个三十二页的第一段是佮讲，极乐并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他力往生，吼、哦，道术无关可并，吼、哦。为主力上升嘛，好、哦，伊即卖这条，伊是提出这个诽谤，诽谤啥？诽谤道术论语。即卖这条我难要甲破，哦，我难要甲破。即卖好在聪明人听到哈，彼得大公常照法师也是不简单的啦，他会找出这个问题的重点滴嘞，啊、哦，知无？我唔是计无计研究嘞。伊卡在吼是去骗迄个无研究的人咧，会骗迄啦。啊，即马亲像去讲叫人念佛得当，其实那个骗唔捌咧，迄叫做白贼话，听吼。哦，啊，那是讲今仔日真正正有对西方净土三经有研究的人嘛，就对会甲电脑甲拍倒等，都唔是安尼啊！你安尼讲误耽误，所以这个第四点主要谈这个即分辨哦。卡在法师认为讲往生西方极乐者，一定干那靠阿弥陀佛。吼、哦，诶，四十八大愿就会当往生了。这个都含善导大师讲，信就会当去啊，讲意思，吼、哦，讲迄种心态的了，吼、哦。那么这个问题，如果求生道术必定要靠自力，吼、哦，伊认为弥勒佛无法愿，吼、哦，伊讲爱靠自力啦，弥勒佛伊也无法愿啦啦，爱靠自力。那么这个就是要，吼、哦，要甲众生接引去道术净土。伊讲弥勒佛无法愿，好、哦、啊阿弥陀佛有法愿，阿弥陀佛的愿经这四十八条呀，啊、哦，所以徛在法师这样说法了，绝对有诽谤佛法的嫌疑啦，安尼，咱甲讲嫌疑犯就好啊，
啊，嫌疑犯你要甲肯定你是罪犯，一定爱阁经过检察官甲你问，对吼？检察官甲你问了，这那是经过法庭人你知影？检察官甲你很问了吼，甲你问一遍啊，过一遍了，再阁上法院，法院阁到法官甲你问，法官甲你问你呐，甲你定罪，你讲我都无安尼，你阁上诉高等法院，高等法院再阁重新甲你看，阁甲你拍转来，你原地阁再重审安尼。好不好？你若捌惊法院人就知道，这个法院的程序经过三庭的，这么到尾给你定罪了，讲未使阁，你未使阁上诉，就安尼决定安尼。啊，所以我这么讲一句，讲徛在有诽谤出来嫌疑，咱这么看咧，就等于事实，唔是嫌疑尔。因为净土宗的注经所讲的哦，吼、哦，欲求生净土者，必定爱具备性原形。那会使讲一定干阿弥陀佛的这个原理呢？信众要求生西方，一定要具足信愿。这个咱谈多过讲过呢。三条件，就是叫做三诸念，信愿行三诸念。所以三条件，这个心理含修为啊。第一，顶管迄个叫做信甲愿吼，迄、那个叫做心。行，就是作业。作业您家己来看。看讲，我要去西方三品九星的工作安怎修完呢？好、哦，迄、那个叫做行嘛。所以进来在甲讲，哈、哦，具足心理含修持。若那无的话，六道众生，那讲唔免修啦。干啦，靠阿弥陀佛的愿就好啊。安尼咱拢总接应了啊。这个娑婆世界早就无啊，因为伊的幸福已经十劫万啦。十劫等于咱只地球有轮转十遍去，早就救了去啊！连地狱、恶鬼、畜生拢救了去啊！何必得修呢？对不对？何必得阁分三品九星呢？靠得阁功力有深有浅来分辨呢？哦，但是阁一个问题，咱一定爱知影，因为佛经中有讲，佛有三不灵啊。第一，未当进三界，这是佛道无道。三界众生未当度尽，但是看看到有缘的先度。第二，吼未当度无缘的，你硬甲拖无效。恁知？恁唔来，我教育恁未着。我听无？我比如讲，我谈到唔讲，有得讲，我只要上，咱来经救命联络经。恁若唔来，佛祖要互你成佛嘛无可能。听无？佛祖甲咱讲，你若来听妙法莲华经，我讲妙法莲，我是佛祖甲切开的，我来讲互恁听。无的时阵，佛祖叫我讲互恁听，现在这发书片来，这讲到真详细哦。搁在切开一块有缘的，对过去这个国土发大心的在众生，切开恁来听，白日恁堂哥搁在讲安尼。安听吼，恁若唔来佛祖嘛无法莲啊，这个叫做难道无缘的人。恁若唔来哦。佛祖有那无？未当甲咱三代讲，我都唔来，唔爱做佛啦，我都愿意六道轮回啊！佛祖要甲咱安怎？这个叫做佛难度无缘的人。第三，未当灭定业。咱的定业，你要消灭，你家己忏悔修改。佛祖未当甲咱完转。佛祖如果甲咱完转，就是无公平。因为今仔日台人甲比台的人，我讲听无？太人的人是作业，比太的人是受苦。所以你既然太人作业了，你必定将来生死中轮回，搁再行迄个果报。佛祖无可能甲人讲，你太人，我恕你无罪。安听无？白山呢？是。那么迄个红太人迄个变怎？你想讲今仔日的人间道，这个检察官，吼、哦，检察官，迄、那个被害者。提出告诉检察官敢讲啊，这个共害这个人是我的朋友，伊就要甲我算啥嘛？无可能，人间还说有可能哦，在减轻改安尼。不过伫这个因果的这个个决断下，共害人的将来一定爱去受报，所以佛祖袂当甲咱转定个，唯有你家己实际忏悔回向安尼，起来化解过去含人的这个业障。所以我们较注意讲过，体来完全借助周边灵界众生，一切罪业拢总甲化解。安尼搞可能呢？定业是可转哦，不过你若无忏悔是难转啊。所以佛祖袂当甲咱灭定业，吼、哦。
啊，那么既然安尼呢，那我讲靠阿弥陀佛的力量，伊就给当感恩道，啊，算不非法，哈、哦。所以进来这领导、领得佛道者，必靠自己的功力，叫做自力哦，就是性完形啊，哈、哦。当然一定要依经教进修啊，爱如法啦、啊。你若讲修了无如理啦，哈、哦，啊你修了如理，你阁唔愿意回向，佛祖哪有哪有你的三代？我讲啊，应该恁同意啊，好、哦，你都唔去，你真真正正都菩萨都发落来，你就要多加幸福就好啊。当然你都伊就无甲你接面去嘛。这边是当然，你要见阿弥陀佛、甲观世菩萨、甲大势至菩萨，当你有一天已经有得到一生心啊。比如讲，你已经种初地啊，你既然会当伫一百个大千世界，你嘛来遐朝拜阿弥陀佛，即类大圣人啊，好、哦，我来甲你朝拜啊，来朝拜观世菩萨，安尼较气的呢，好、哦。所以我现在甲注意讲一个，一定要依经进修。你要去上净土，那爱依经进修，这个一定要靠自力。以后渐渐正常这个佛缘，他得到佛菩萨给你加庇的他力啊。比如讲，我有甲注意讲过，你若有真心，佛祖就会给你看。我讲你听无？你若无真心，佛祖给你看你啦，无路用。就得讲你这个了尾啊，囝吼，佫较济，互你嘛无够死啦。我讲你都听有啊。你都无迄个根基，一个那甲你阻力啊，都不成气候啊！哦，应该大家知道这个道理较对啊。那有迄个讲，干那靠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得到往生呢？啊，这说你乱讲吗？哦，当迄个个阿弥陀佛的十八愿，迄条上简单呢，十念往生得爱你不还五逆罪呢？你知无？搁再未使诽谤大圣呢？你若平常时十念往生，你犯着五逆罪，搁再诽谤大圣，嘛未当甲你接面呢？这个本愿内底就是安尼写，四十八大愿，第十八条迄条最简单的十念往生，就讲未使五逆罪，未使诽谤大圣，附带两个条件，唔是讲你今仔日吼已经十五逆十恶罪了，你念十声就要去呢？人迄个经典阿弥陀佛的关系，啊，佮附带袂使犯五戒，袂使即诽谤大圣，听好无？啊，即马在求生西方的人有诽谤大圣的成分，我若甲看吼，有伊皆讲的话拢有诽谤大圣的成分，伊偏袒西方极乐国土，伊无承认伫即个所在会当解脱成分，安尼足济法师都讲。伊一味也讲阿弥陀，一味也讲，足少讲到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伊无想讲伫这个娑婆世界安尼，释迦牟尼佛安规劫无量劫来，就安尼特别度济人啊。哦，虽然净土宗内底佛陀有介绍相佛国土，无唔对啊。哦，但是这个所在成佛的人，成佛的佛咯，是遍布虚空界哦，伫遮成佛的哦。安尼那就一定会去啊。来，我看，那会当明白净土殊胜弥陀愿力者哈，一个叫四十八愿力，来自经中的开始，一个叫如果无缘无心看经啦，有一种人哈，都无缘通去看经，有种人去看经都无心，夜夜两夜都去度孤，啊，都去下雨去流目油啊。恁那边未少啦，我知影啦，未少啦，卖叫甲骗啦。我就跟恁教一个方法，恁都无要用。要去看的时候小可笔记啦，啊，听好无？啊，小可查书店啦，你都袂爱困啦。哈、哦，啊，那无你我无眠，都爱困，这是事实的代志。啊，小可泡茶一下哈，要高级茶小可泡一下，精神较会提升。啊，那要泡茶就是中昼，暗时啊，恁若是食无惯习的人，暗时啊卖泡。哦，啊，透早你得甲泡我茶啉了，精神继续好，啊，莫食咖啡，安知影无？食咖啡是较不也好，安尼吼，即马注意哦，哈、哦。譬如讲，如果无缘，啊，佮无心啊，安怎会当了解阿弥陀四十八大愿呢？而即个个愿力，对想看卖啊，四十八愿愿度众生，
有诶看见到咱遐走马观观花咧，一日呀一日呀，暗早来这个记录啥物货，暗早来这个讲啥物意思啊？人若是要大佛说法啦，不准伫遮我大佛说法，经典安尼讲，我照安尼解，听无？照安尼解都惊解唔对，何况你无照安尼解？大佛说法啦，你爱已经说够啊，袂使我袂想，我袂讲啊，所以最好吼、哦，卖一知半解。但是卖一知半解，当然你一定爱全解呢。唔过全解应当爱自心精进去研读啊，唔捌的名相去查经啊，听无？去查书店啊，人电福报给你写到遮好啊，佛光山了嘛，整理一套即个个佛学书店出来啊。哦，去查啊！若是讲中国的这名士，多人这代志有用到，唔过真符合经典。你嘛用这个咱中国的这个书海啦、书馆啦，哦，去查看卖啊，查看到底这两字面向谁讲啥？哦，那会使讲你随便你家己想搞，我袂讲搞样嘞。哦，安尼袂使，所以你哪会当自心静静，才会当安心哦。因为你无错哦，才会当这个接引是往生弥陀净土安尼。哦、所谓性观行，绝对唔能看得上简单。哦，即马下面就要解说着性观行。绝对唔现在讲讲的啊，讲信是阿弥陀佛，信三宝世界众生有罪，愿就是愿意来跟咱度啊。你这个胡说八道乱讲，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因为迄个是众生要去西方净土的三种主流啊。哦，伊颠倒错乱的对，像颠倒错乱。但是这是信字，咱即马来解信完成。这是信字，唔是口头上的信仰，哦，也唔是肤浅的信心哦，哦，哦，即马记好啊。千百信心必定受环境的变化而重要。那是千百信信三百，千百信心哈、哦，一定爱深信，信信的真实。但是你即马既然要求生西方净土，你一定要信。阿弥陀佛的愿力绝对无假，因为一个佛尊法愿，这个绝对无假，所以你一定要信净土法门，是最方便妥当，这是对。唔过西方净土是爱断烦恼哦，高速轮椅是正常缘哦，这个够差别哦。好、哦，安怎样哈？但是一定要信咱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言教十二部经，你爱对个研究，因为你将来要亲像阿弥陀佛安尼。听无？你唔是讲要弘救呢？人阿弥陀佛是大慈大悲的这愿心，你本身有那一点啊种阿弥陀佛所以成就阿弥陀佛，伊是安怎修出来？你因为你将来吼，你爱帮忙含阿弥陀佛的这个个净土愿，你本身必然有那爱会的愿心，所以你一定爱相信十二部尊经，你爱去精通。贯贯圆满，信三界无碍，又如何的？哈、哦，信六道轮回生死的苦难，这免解，安尼读开就听有啊，哈，听有啊。该为我心做做，今仔日有六道轮回生死，而这个虚幻境，对咱人的这个心识所做，信贪嗔痴是众罪之源，这。这么安尼讲吼，恁家己爱客是家己哈。你若要阁继续贪嗔痴吼，我甲你讲，我那一个作业，我不骗你哈。他、哦、信贪嗔痴种罪之法，信菩提之法，哈、哦，它是大讲哦，正在盘之道。这个菩提之法哦，若要甲讲起来，譬如讲菩提法，那来甲讲小乘是四谛、缘起、甲道品，哦。啊，那是讲要甲信大乘，事实讲吼，迄、那个人心难离甲佛陀难闻吼，佛陀难闻是计讲即几个法呢，一乘甲大乘的法，迄、那个才是佛陀难闻哦，听好无？人佛陀伫个妙法莲老经讲，叫恁大家吼，唔通去甲迄个做二乘的人请法呢，唔通去甲修二乘的人请法，安、啊、了解？修二乘的人唔是我的弟子安尼。唔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所以这个成佛的法吼，应该是一生大乘，安尼个对哈。所以今麦进来在讲大纲哦，就是无上正等讲哈，除了凡知道，
如是清心，哈、哦，才能稳固这个出离心呢？安在无？因为我头摆讲过一句话，要去西方净土，一定要有强烈的出离心，但这个所在袂使贪乱者，袂使搁再贪重五尘日暗如常，哈、哦，记得哦。所以，因为求生西方极乐，一定那无强烈的出离心，恐难达成愿望。再无，唔当个手下半哀，唔知死活，听无？安尼较叫做信呢。三猪牛第一点就爱固足在啊，这无我并无过分的哦。我咧讲哦，这确实真真正正，不但你会当解脱。佮会当亲像阿弥陀佛的愿心来，即你将来有哪会当度众生解脱？吼、哦，阿弥陀佛的愿心是八愿也当成佛。你将来那是真真正正有落实在的重点，你将来有哪会当度无量众生？有哪成就一尊的阿弥陀佛呢？因为阿弥陀是无量嘛，你就是其中一尊啦。吼、哦，即、这个信的简单，后礼拜较讲原型出来，较讲弥勒尊哦，吼、哦。